英仙座雅鲁哥鲁出现，舜和冰河被石化，我一定要解除你们的石化状态。你办得到吗？执事他的双眼会被石化，如果利用盾的反射消失了。受死吧雅，你以为这样有用吗？半边身体石化了，看来只有这样了。尽管来吧，庐山升龙吧。子龙，你的眼睛。子龙终于打败了雅鲁哥鲁，但他的双眼却失去了光明。